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为了护航高端机，挡 BNT 进来，这是我最痛的一件事情。陈时中说他从小教育啊，就是以律治人啊的处事态度啊，在竞选过程啊，秉持不正道、不愧于心啊。很担心公布那个疫苗的价格，公布又会更不愧于心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也是我一直对陈时中不断的点赞的。我跟你讲，当时采购疫苗，要说吃惊，台北市政府也有要去申请看看。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为了护航高端机，挡 BNT 进来，这是我最痛的一件。人家说政治有最基本的道德人情，你不能怪我说今天为什么会对我们会对某些人会这么态度，就是说看人在这么讨厌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跟你讲。